噔噔噔噔 ，OK OK，A 麦老师，行。你莫说。小嘿嘿，其实是上半身，上半身，上半身没关系啦，上半身，上半身其实是尽量是让它平的，然后主要就是，不是往前往后，不是往前，这样很丑哦，你要原谅他，往后怎么弄啊？你还是很想往前撞，还是。再往后是慢慢的啊，对，裙子拉下来，哦，提，对，提，然后夹有点夹屁股吗？你要不要一起？怎么乱约呀？对啊，一起啊。可以，他会，他也会哦。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。没有随便会的。对。呀，快的。快的。我跟他是不一样的，没关系，也有，他是转圈圈的，好厉害哦，哎呦哎呦，秋丽 ，OK， 哎呀 ，OK， 秋丽你在拱什么东西？你在后面拱什么东西？没，OK， 那是往后，你是往前，好，来，那来，我怎样？你们呢？该你们呢？哎，你是不用啊，面对面，我正面，啊，对。对，去。好诡异哦，好诡异！他刚跳很像那个，很像那个老人院。那也重度便秘。哎，这太难了，太难了啦！你为什么躲开？因为我习惯性拱。不是，他想 solo。他想。我是习惯。有哎，有啊，有吗？有，哎，有哎，兔子好大，这样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一次，我们往后嘛，往后，熊恒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往后啊，预备起，深蒙有一点，这腿要不要弯？其实腿是越开越好，那因为我今天穿裙子方便，如果腿是越开，然后它那个。我真的，你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我是在垫臀啊。干什么？你不要垫臀了啦，这个木头臀。往后。是往后哈。我那个刚。哎，不是，这边真的会，这边真的好酸哦，这条。你如果脚开大一点，就像跨马步这样，你会更轻松。腿再开一点。对，然后身体往前压，对，然后对。